我想看卫星世界阿弥陀经。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极乐净土。啊，咱人的尊贵，人的宝贵，就是咱的思想。啊，但是因为咱人有思想，所以咱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有真济真济的代志，予咱起欢喜心。啊，真济真济的代志咧，予咱起烦恼心。心烦气躁，啊，有当时啊咧，咱因为有目睭，所以看到真侪代志咧，咱会看袂惯；咱有耳孔，听到真侪话咧，哈，咱就听袂惯；咱有鼻孔，啊，鼻着臭，鼻着香，鼻着其他的味咧，好，咱起烦恼心嘛，非常非常的侪啊。所以咱人相对。咱来投胎来世间以后，吼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啊，个个咧，拢在予咱心中一个磨练，啊，一个磨练，咱一个会当觉着咱自己本来的面目啊。所以，咱人伫世间这中间咧，难免有真多不如意的代志会发生。啊，这是咱人上尊贵，而且是咱人哈嘛、啊、是上悲哀的所在啊。若是咱若误导者，咱就无悲哀，咱会感觉真正尊贵。若是咱无误导，一心一意，敢若伫世间的名利、争执、斗争、哈抢夺的时啊，咱一定是悲哀的人生，时时刻刻唔捌得安宁，唔捌得安静。在真侪年以前啊，咱一个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原来是非常有钱啊，啊，伊生活无烦恼，非常的富足。有一天啊，坐伫个咧灵顶下，看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走路的人走路遐紧，头啊咧咧直撞，头啊轻轻直撞，后头摆伫徛碰碰叫，车咧开开遐紧，好、哦，所以经过咧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啊。咱这信徒坐灵顶下，向我想讲，但我来世间到底是比啥物？我来世间所追求是啥物件？家己耍硬啊！啊，所以他开始咧对人生的这个价值观呐，产生一个卡而且问号。哦，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因缘的机会啦，来到善佛寺来。将这个情形讲话听，问我老师啊，老师，咱人来世间，这样子钱财要带带袂转去，啊，这一个名你带袂转去，看到人呢，惊惊吓吓，我相信哈、啊，大家拢有咧感觉，但是无去地感知觉啊，无去地感着。我是啊，人伫世间难免有真多不如意的代志。人来世间，往往拍唔见家己是要来创啥？世间的残垣，你带不到对净土，嘛不到带对地狱去啊！只有烦恼会带入地狱，啊是烦恼带入自己的净土都转去啊！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忽然间呢，伊讲老师啊，那么那我要创啥呢？我最近来，我心真正烦。我最近的心烦气躁，唔知要安怎啦，心都未定。想到财产有啥路用？我当时在拼的是上艰苦，希望爱有钱，但是拼啊这程度来，我钱有存款，要创啥？囝大概有成就，伊也免欠我，互伊加加伙财产。
查囝嘛嫁了真好，那么我家己要创啥？我人生到底要创啥？哪个想要家？我十年都八十岁，啊，那么是要创啥呢？所以一直在打卡过、卡过、卡过的是问号、问号啊！那么我讲，这就是人生的阶段，人生的真真正正宝贵的一个时刻。人伫世间啊，一直磕磕撞，一直磕磕撞啊！啊，唔知好羞耻，唔知好念佛的事啊！一旦灾难到位，想嘛，我都伊咧想啥？所得的果是啥呢？那比如咱一前一站，吼、七月三十啊，啊，台湾中部这台风来，造成咧遐济香港一面莫名其妙就砍了了去啊，日时很早走袂离，哈，往生去失踪的灾难到位，所得着啥物件？人生的真意是啥物件呢？哎，念佛啦，念佛是上宝贵，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啊，咱一个人啊，吼、咱当一个人的心情未安或浮躁的时啊，紧嘞，速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咱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心会定落。我让你试看卖嘞，因为你的心未安，是安那未安呢？你的修护灵祖先，啊，因为咱就带着这个祖先的依托托付，咱来世间个投胎，尚有因缘接近佛法。咱的祖先护法神、修护神，希望讲咱伫世间啊，会当多念一个佛的功德，回向好咱的祖先，回向好咱的修护神。然后呢，那修护神呢，因的觉性内底呢，设定的觉性呢，因会得到咱佛号的光辉，佛号的佛号的佛光呢，会当加持啊，咱的灵魂世界，咱的亲人，所以咱大家咧爱念佛啊。但是咱唔知影，一直伫世求咧，世间咧追求名甲利，名甲利啊，名是一时，利一时啦。心安是一几啊世人诶，结果咱心未安的时啊，惊惊吓吓，真朴素。所以人一悲哀就是这样。阿摩就信道咧，我甲讲，即菩萨啊。阿弥陀佛是你的心，阿弥陀佛是咱的性。哦，咱大家的性，咱大家的心，都是阿弥陀佛啦。咱只有时时念阿弥陀佛，才会当安定咱的心。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是阿弥陀佛，你会当安定咱祖先的心，安定咱修佛神的心，会当安定咱这冤亲债主的心，因的报复的心啊。速速念佛，奉劝大家认真用着爱念佛，用着念。本节目由青王行。速速念佛，奉劝大家认真用着爱念佛，用着念佛。你啉一嘴酒，人讲去，你的祖先所得着啥？得不着啥？哦，得着一个烦恼尔。所以我你一定要认真念佛。那么这位先生，谢谢老师，我一定会遵照安尼咧。我感觉是欠什么物件，啊，我咧随时个说送一罐佛珠，好等于，你等于咧，用着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这一回来啊，伫世间所求的是啥呢？咱会当带回西方极乐世界，会让咱带予咱的心灵安详的世界，会当予咱世大人祖先会当心安，真真正正心定安定的心的时啊，那是你就念佛去回向啊。咱就信徒回去了，佫经过一站来，吼、哦，对行路真舒服，无惊吓。你讲老师啊，感谢，我等下我着啦。我坐在门口，我念南无阿弥陀，时时祈祷，让过路的人拢会当平安。时时我的念佛，让亲人亲友所唔捌的人会当回向，让因会当得到平，让因会当平安。
我心非常的安详。所以我心中放开了以后呢，我发觉个人生感觉这么价值啦，这么价值。各位是方式，而且有几个人去悟到这点呢？我甲讲，你安尼去做，哦，这则是真真正正嘛是禅定正定一个法门啊。只要咱依照一个对大众有益的、对大众有益的这个啊念头啊，这个工作行为咧，拢是正确的这禅定有头有尾。嘛是咱八正道的正定，你有一个正定的心，你心内产生出一个甘泉甘露，咱心灵非常的清凉。各位，恁会使哩试看嘛咧？大家共同来念：上水黄河向上，下至凡夫走尽。咱全面来念佛，只要咱一心一意，把心片拍垮、拍开去，来一心一意来念佛，来祈求诸佛菩萨两天护法，来保重生啊，化解艰苦释战争，也愿人心受疼爱，同祈世界永和平。咱要来念佛，全面念佛，在电视中咧，各位咱的面。电视的面前，大家合掌起来，一心一意来念阿弥陀佛。哈、当然呢，咱会带大家一同来念佛，啊，一同来回向。相信在各位心灵非常安详、安定的境界之下呢，咱一心一意一念，哦，一心不乱呢，咱念佛的时候，我相信世界会早日和平，咱台湾咱的国家会当更加平安。无这几年来的灾难这么多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大家若有一个心啊，大家心定念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呀。所以咱大家一心一意念力一致啊，来念佛，我相信啊，咱国家会平安，国家会富强，风调会雨顺，天下会太平。所以咱啊，八月三十咧，咱要来全面念佛啊。哈！祈求世界和平，咱有十大的功德，哈！咱来甲各位讲十大的功德，用回向和法界名扬众生，因咩扬的众生呢？往生极乐净土，极乐净土者，心是安详的境界，为极乐净土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咱就要来专门要来念佛啊！咱有十大的功德，希望各位咧，咱啊会当。共同来念佛啊！那么咱念佛有十大的功德，现在来看念佛的十大功德：消灾解厄，哈、哦；第二，福慧增长；第三，事业兴隆；第四呢，合家平安；第五，风调雨顺；第六，社会祥和；第七呢，五谷丰收；第八，国泰民安；第九，天灾永息。第十呢，世界和平啊！好、哦，咱啊愿意上所念这功德啊，咱来回向回向哦。第一呢，咱愿意一心念佛的功德，哈、哦，咱来回向十方的众生，凡有见闻者，得神佛的加持，哈、哦，离一切苦难，人人安心，处处净土，阿弥陀佛啦、啊！咱大家共同来念佛。把心打开，把我们的心，自私的心打开，我们只有在大公无私的祈祷之下，一定会如我们的愿。大公无私的情形之下，我们的念佛，我们世界和平，我们的家来会平安，我们的社会会祥和，我们的国家会安定，我们的风调雨顺，因为人的念力一者一切，我们的念力会当化解一切的艰苦啊！也是各位拢有一个善心，各位拢一个哈、啊、真正慈悲的心、大爱的心的时啊，我相信咱到时阵呢，全民念佛以后，咱社会会较祥和。只要每个人呐，会晓爱阿弥陀佛，烧香就念阿弥陀佛的时啊。或者咱看到某个人，感觉真正苦难灾难的，合掌起来阿弥陀佛。哦，愿意所念的功德来回向的，我相信咱有缘的人，咱会当渐渐离苦得乐啊！
这是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所开示，教导咱安那如何来祈求世界和平啊！世界有和平，咱的国家才会富强。世界有和平，世间无战争，世界有和平啊！好，咱地球就是大海川。世界和平，人类甲人类六十亿、七十亿，然后咱拢是一家人，互相会尊敬。但是有个人敢讲，问我老师敢有可能？啊，一定有可能。咱爱有这心，哈、啊，咱有这心，一定会可能。但最无错，神佛菩萨，甲咱讲的话是千真万确。只要咱大家一心一意祈求世界和平，一定会和平。时间来，今年加只大陆。Yeah.